仁和寺。仁和寺的樱花又名玉世樱，晚开花，而且树木本身长得很低，真的很方便近距离观赏。除了春天里的樱花，秋天的枫叶也是美得很。如果错过了京都市内的开花期，最后在四月中旬左右还有机会。仁和寺大概四月初开花，四月中旬还可以捞最后一把看樱花。啊，我家附近日本的街边路树植栽有很大一部分是樱花，在上一个旧家的附近的小学周围就被樱花包围。京都裁判所附近的枝垂樱也是美得很精彩，看一下上头这块绿色的地方，你猜的没错，就是京都御所本所。住家附近有大型公园，一年四季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看植物们。来给樱花看看吧。Go!